要说娱乐圈的美女可是数不胜数，而要说娱乐圈的不老女神，能经得起岁月考验的还真是寥寥无几。刘晓庆就是其中之一。说起刘晓庆，大家都会想到她演的武则天，霸气逼人。62岁的她演起少女也是毫无逊色。她有的不只是演技，还有勇气。在《学徒英雄三》中，刘晓庆再次挑战年龄，跨度扮演一位16岁的少女，网友都惊呆了。最近刘晓庆在参加的节目中，第一次穿泳装，并且素颜出镜，看上去犹如少女一般，皮肤根本看不出她的年龄。节目中刘晓庆教自己的密友月月学游泳，尽管是素颜，但可以看出她的皮肤很好，白皙紧致，甚至连皱纹都几乎没有。连在一旁的密友月月也连连称赞，素颜的她完全看不出有62岁，并算是别有一番韵味。62岁依旧有着少女般的美貌。一直有人说她整容也好，整容也罢，这把年纪还能保持这样的容貌和身材，说明刘晓庆内心不服老，想要一直美下去。有很多网友评论她像是少女，根本看不出年龄的痕迹，活脱了的像是18岁少女一般，不由得让人感叹人生啊，不愧是不老女神。